信号的 vlog， 今天是在拍一个家人型的杂志，让我感觉是那种就是小王子独特星球的那种感觉吧，可能会有一些很闪的细沙呀，白色的，然后会有一些植物，单独的一株植物，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今天拍的东西概念感很强，像在我自己的星球上，然后不一样的星球有不一样的感觉，白天的在我的幻想星球里的感觉，晚上我的幻想星球又是另一个样子，你们稍微期待一下。其实我没太明白里面为什么加一个这个毛衫，所以我现在要去探讨一下。大家能看到啊，为了隐藏这个裤子，所以加了一下。来，过来，看我的头。拍摄中途有，因为要契合这个拍的照片嘛，然后需要稍微的舞动一下，我就来了几下。挺爽的，其实我跳舞去拍跟比那个就是直接去拍的话，跳舞去拍会放得开。这套衣服特别像那个我要去烤羊肉串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孙颖浩。我觉得就还蛮如释重负的，因为经验不是特别足吧，然后我觉得又给自己积累了一次经验。都喜欢，原因是每一套都在用心去拍，每一套都有自己的主题跟自己要去表达的一些东西。我现在就在慢慢尝试一些不一样主题的拍摄吧，我觉得我会去多涉猎更多不同风格的，然后我觉得以后再拍摄的话也不会仅仅只在我自己比较适应的领域内，对，还是会去做突破，然后也会去做尝试之类的。我一直都有想去尝试国风的风格，然后我希望后面也是可以拍到国风的风格的。对，荧光绿，想了好久了呢。跳舞的话也是在准备了，肯定会有更多的 cover 给到你们。然后 vlog 的话，我现在小小的剧透一下，就是它是时间很长的。对，就透露到这儿吧。今天的拍摄工作到这里就结束了，然后希望今天的 vlog 可以让你看到不一样的我，然后请期待这次家人拍摄的内容，然后也请多多支持。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